抄袭我什么呀？在哪里看到过？同东西，两种 YouTuber。拜拜，我外购啊。想看就不想看吧。你觉得我很优秀吗？你觉得我很厉害吗？什么？居然有人抄袭我！居然有人抄袭阿贝，我有什么可抄袭的？居然想抄袭我，到底是谁？你要抄袭我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好抄的？今天我要来说一说最讨厌的两种 YouTuber， 我讨厌的两种 YouTuber。嗨，我近期收到好多私信，居然跟我说阿贝，你知不知道你被人抄袭了？我不知道啊。什么？我居然被抄袭了？我都不知道。居然有人这么无聊想抄袭我，到底是谁抄袭我呢？然后我也做了了解，特地去关注了一下，发现他的视频我好像从前哪里看到过。然后我记得啊，因为我以前刷小红书的时候嘛，好像在说对比什么菜价的一个什么高丽菜多少多少钱的，我以前刷到过他的视频，然后就是同一个人。哎，然后那个视频呢，我在 YouTube 就没有找到啊，它应该是两个平台发的是不同的东西，在 YouTube 没有出现，在别的平台出现了。然后有很多视频呢 ，YouTube 没有出现，在别的平台不是，在 YouTube 出现了，在别的平台没出现。在，怎么熟悉又陌生？分享两岸的生活，然后对比一些。虽然有时候买菜我可能觉得贵，可能觉得便宜，但是可能我只会跟我妈妈吐槽一下，我也不会特地为她拍个视频呀。现在我来说一说我讨厌的两种 YouTuber。 第一种，喜欢靠对比来，那像那种对比来对比去的东西呢，我脑子里也可以想无数个啊。其实题材还是很多很多的，但是我觉得呢，真的这种不太有必要吧。特别刻意把两件东西拎出来放在一起，我虽然不排除还是有人喜欢看对比，个人呢就是没有特别大的爱好对这个对比，没有什么意见，而且我也会去看，然后去关注很多可以借鉴学习的地方。但是个啥？觉得有些没必要的，我觉得真的就没必要。我这句话说的好像有点语病。第二种，发的内容各个平台不一样的，觉得好奇怪啊！你辛辛苦苦拍，那你为什么在另一个地方不更新一样的呢？为什么要发不同的呢？我发视频呢，我会像我的 B 站、小红书还有微博什么都是同步更新的，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必要向大家隐瞒的，对吧？我快乐的事情、快乐的生活，就想让每一个人都知道。我的朋友啊、家人啊，他们都可以看嘛。像我外公，外公也很喜欢看我视频，每次都我妈妈会转发给他看。还有你们说的抄袭吧，我也仔细的关注了一下，我觉得真的不算抄袭。每个 YouTuber 他是有自己的灵魂的，包括他的作品，包括他的风格，每个人都是有他自己的特点。因为我本身就不会去记录一些这种素材的东西，各个平台发的东西也都是一样的，真的不能算抄袭。我觉得就是冤枉了别人了，不能这样说，大家真的不能这样以为。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都有他的特色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厉害之处，包括他的视频，包括他的风格，为人处事啊，各个方面不能说轻易的抓到一个点就来说他什么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吧，包括每个视频，所以呢面对的观众群也不同，有些人会喜欢看，有些人会喜欢看我这些分享啊，一些日常 vlog 之类的。所以请大家继续支持，喜欢我的人就继续支持我，不喜欢的人就不想看就不想看吧，然后也不要去说别人，然后大家都和睦相处，都好好的，大家都加油吧，加油。以上观点仅阿贝个人看法，不参与任何奇奇怪怪的讨论。
不知道吃啥就吃卤味。妈呀，也太香了吧！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开饭了！拿起你的碗，抄起你的盘。现在整个肿起来了，我就你真正吃的慢的时候就是你。我觉得莲雾好好吃呀，特别爽脆，里面的构造也很好看。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构造。拜拜。你今天圣经日来，你在哪里玩？身体好吗？学习愉快啊！你要自身保护身体啊！我外公啊，拜拜！你发过来的我外公接到了，看到了，很高兴啊！我今天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，重要的事情就是阿贝开通频道会员啦。频道会员呢，就是大家可以自愿加入我的先辈家族，不论你是选择加入原味先辈、知识先辈还是芥末先辈，都有机会得到我频道的专属福利哦。不仅有专属的头贴和表情贴纸，还可以获得更多与我留言互动的机会，追踪到一些我从未公开的视频、照片、动态哦。我以后也会更新专属于频道会员的影片给大家。无论你喜不喜欢吃鲜贝，反正一句话，此贝非彼贝。加入鲜贝家族，或许下一个鲜贝大礼包的福利就属于你啦。具体是什么呢？我得先保密。鲜贝可以先拿去吃哦。